场本来抓到球要去跟小春赛跑，这边要做触杀，拿球要触杀他，但是没有触到。打者轮到第三棒是小春，这个左手惯用左手的打者。啊，这次我们要打超过4米5的线打，自动爆炸出局。好了好了。在一局上半的蓝队的进攻是3上3下没有得分，士气大振。三局的上半，蓝队的首名打者是第三棒的小春。比赛呢是直逼5局哦，如果平手就是和局作收。不过可以看到，其实这一次啊，双方呢不管是在攻守都是非常的强劲。这个球抛一垒，一垒手没有接稳，小春上垒了。对，小春终于。现在呢，红队的守备都趋前哦。哇，这个球本垒那边没有出到，蓝队得分。王家良本来抓到球要去跟小春赛跑，这边要做触杀，拿球要触杀他，但是没有触到，所以呢是回到本垒得分的是小春。蓝队首开进入新取得点，取得了1-0的领先的，而且目前呢还是没有人出局。